你看到了吗？把这话剧全给我放出去，来吧，慢拍。虽然样子不太好看，但是。加油！林星，那你还是别吃了。教我一些别的吗？以后面对面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给我打电话？这个能看见这张纸吗？我现在要写。这个牌，这能看到吗？你看我写完作业，我妈妈给我签一个字，然后妈妈就上了我，还完了，是吗？你肯定得在这儿。我知道。哦，拍到了，拍到了，拍到了吗？就你睡觉，来一条。哎，我刚才想吃。